济动荡的年代之后，《信约三部曲之完结篇》《我们的家园》将在八频道7月16日播出。剧中艺人日前也在中欧航旅劲爆旅游展销会上举行了首场粉丝见面会。当天到场的粉丝们不只能一睹喜爱艺人的风采，还与他们进行有趣的互动，赢取奖品，度过了一个充实愉快的下午。我觉得我们的家园的剧本非常棒，你能看到在新加坡历史发生的很多重要事件，主要着重在于家庭这样的一层关系。请支持我们，我们的家园从7月16日起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请锁定8频道信约之我们的家园。